一二三，一百二十三页的黑字体的开示界内的立根的众生，另修体空观。哦，通教最重要的是开示三界内根气比较立的众生啊，让他修这个体空观。所谓什么叫体空呢？五蕴、十八界、十二入都如幻如化，当体不可得，出分段生死啊。分段生死就是六道轮回的生死，正真谛涅槃，正真谛涅槃，正化菩萨，旁化二圣。正化就是最重要的，那是对菩萨的根器。那附带的旁化，就是所谓附带的，是度化二圣人。花蒙昧为开，启发这个蒙，蒙昧就是无知。那么说明无生为事，一切法无生，数值既生了，现实的根气很利，三倍那么共秉无生之教，这三圣人呢，所以说立根的众生呢，了诸法缘生，缘生无性啊，当体就是空，所以说体空观。不同三藏教灭色而后空，三藏教一定要分析分析分析，分析到这个色法，分析到不能分而后空。梵语就是赛前陀，中国话就是因。那么因以盖覆为义，这个因呢，就是遮盖的，就像阴天一样的会遮盖的太阳。我们因为无应身呢，会遮盖我们的这个本性啊，迷惑于这个错误的肉体上面。中国话唐翻印，就是中国话翻译成印，就是以积聚为义。这个色身积聚了色法、受法、想、行、识为无，区区的这无法盖覆的真性，换以波罗费色，中国话叫入，有两种意思。第一，逆六入，是所谓六根呢，为事所依，啊，就是即故名为入。那么外六入呢，就是所谓的六尘，啊，那么为事所由，所由就是所攀缘的，六尘。是为意识所攀缘的，那么意识都是游荡在六尘里面，普天下一切众生都是这样子，包括国王、今天的总统、百官大臣，除了邪佛，佛子的话都一样离不开生死、六道轮回，哎，故名为入。内外合论总共加起来十二入，那就是内六入外六入，就是六根六尘，就是十二入啊。入就是从我们的六根进来，会染污了我们清净的心，叫做入。那外面是不清净的境界，染污了我们的这个清净心，这个叫做入。梵语叫做慧都，中国话叫做戒，戒也是音译呀、啊。啊，中间六识里面借着六根发外面的六尘，那么产生六识，以识为因，所以称为六根六尘六识，名十八界。现在观五因十二入十八界，都是从因缘所生，非有是有啊，就像幻化一样，有而忽无为化，这叫化幻化。气是幻化的，这诸法皆假啊，假所以当体就是空，空所以不可得，所以体空观。详细推查如下理及宗明，除分段人，比如说三藏教宗里面的解释，
正为教化菩萨，所以说菩萨断惑证真，名无生法忍。二圣亦可共禀，所以说谈话二圣。以当教智论六级，通教也论六级否？那么藏教它也论六级否？藏教六级，通教六级否？所以六级十法成圣都是相同的，通通有，只是境界不一样。你急着无生也，这诸法不自生，那开始解释了，也不从他生，也不共生，也不无因生，是故之无生。那么这四句是推简，就是通教、别教、言教三教都用这个下手的功夫无生。但是先解啊，不但中者就是成圆教啊，不只是说发挥中道的道理，还有妙有的道理。那么如果先闻但中离者，就是闻听到这个只有这个中道的道理，那么就是成别教。那么连听到中道的体都没有啊，就变成通教法门。说解苦无苦而有真谛啊，苦善即真呢、啊，况即灭道。这句话要解释一下才弄清楚。是解苦无苦，这个通教是以诸法如幻如化来透视，所以我们了解这个苦实在没有一个真正的苦，是虚妄的执着。放得下的人没有所谓的苦，就是他老命给你他都没有关系。放不下的人所有事情都是苦的。圣人可以把天大的事情这个一尘不染，天大的事情当作没事，就是圣人有修养的人，悟道的众生，悟道的这个圣者。要是小人呢，可以把一点点微不足道的事情可以把它变成天大的事情。所以啊，在经典里面讲啊，说得罪小人其祸大矣啊，你得罪了这个小人呢、啊，你麻烦就大了。对小人不要十个，一个得罪一个你就麻烦了。这个小人一天吃饱饭没事干的，他要跟你同归于尽的，那你没有那种生命啊，你没有那种生命啊，哎，小人，那你拿他也没有办法，你苦苦的纠缠，哎，所以说，你得罪了一千个君子，你没有什么灾难呢、啊，你得罪了一个小人，那你麻烦大了，他不会放过你的，他可以长期抗战，八年的。长期抗战，哎，他咬到你就同归于尽了。所以啊，得罪小人其祸也深啊，一个就好。说解苦无苦啊，而有真谛啊，这个真谛啊，就是空性的，哎，是真正的道理。当你了解到这个苦啊，是虚妄的东西，不实在的东西，你自自然然就可以摆脱，而有真谛。苦善即真呢，这个苦当下就是空性，所以它是回归到真谛的空性里面。苦善即真，你用个过号，真旁边写个空，这个苦当体就是空，何况即灭道，它不是空性呢？哦，那这样看就很清楚了。你不要哦，苦善是就是真谛，那不是这个意思，是真谛的没有错，苦当下就是空性的东西，那就何况即灭道这三谛呢？所以苦即灭道当然就是空性的东西。
是义。诸法不自生，这四谛四性推解呢，通乎四教。无生之义啊，居在后三啊。无生居在后面的藏啊，这个通别言，藏教没有，藏教没有发挥无生的道理。藏通二教，这是指六凡为诸法。别缘二教，这是指十法界为诸法。再来，藏教是名六凡诸法，智种有故，把笔拿起来，智种有故，也就是说，他都是讲唯识，万法唯识，自己有意识，就是智种有，就是智有因果的意思，智种有。有因这个种子，当然就有感应将来的果。这种有就是说，他不离这个因果法，不从他的，从因果而得。待众缘，就是你必须等待众缘，非自作，你不能跑出来。你就说这是个木材，啊，这不能自作，放在那里它怎么能够自作？对不对？你一定要经过山上的木材砍下来，经过这个切片。啊，这个机械，哎，然后再磨，是吧？变成一块浮尺，这个都必须有重眼，它不能自己产生。不是像基督教的，上帝创造天地万物，那就是制作啊。上帝为一切万物之主宰，就是制作啊，它不是上帝。哎，再来无作用故，哎，不共生。那么所以不作用，就是说心也是无声，境也是无声呢、啊。当然无声加无声，那就是不共生呢、啊。所以心境不能共生。譬如说一粒沙，它没有油，你压了一百粒沙也没有油，压了一卡车的沙也压不出油出来。心既然无声，境也是无声，心境和也是无声，这当然就没有任何的作用。所以无作用故，不是没有作用，这个无作用是以无声当体个体来讲，每一个都是无声，所以它并没有所谓的生，是无作用。这个作用应该讲生灭的意思，所以没有所谓的生跟灭的东西。一切的缘起各个条件当体就是空性的东西，所以不共生。有功能故非无因啊，一定有原因的啊，不离因果法嘛，则显缘起正理，不堕四种执着。通教名六凡诸法，如幻如梦，如水中月，如空中花，非有是有，有就是非有，不可说从自他共离这四个角度而生。而且如妄情所计，三界有为生法，是虽然是万品差殊啊，列而言之。言之啊，心境二字受无不尽。现在把笔拿起来，先以心法以推四性，先画一个框框，画一个大的框框，把这几个字框起来，这、就是一个大段。然后在倒数第四行中间，次曰净法以推四性啊，这个把它画一个框框。那么这样看的话，第一个先就心来推论四性，就是说不自身啊。不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生，然后再来就境界来推论，不自生，不从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生。所以这两个大段先画起来以后，你再来研究就会更清楚。若自生者，从心生心，应有二心。从心升起这个心，应该有两个心。又不对境界的时候，心应该常生。哎。应该常常升起来。如果是自身，他假设如果是自身的话，那么这个心生，这个心应该有恶心。那么不对劲就可以心生，那么心应该常常生呢？啊，暂时不是，没有对劲的时候心就很少生，所以时不生，因此不是自己生。再来咪啊，第一大段的咪，刚刚若自身那个写 A 啊，若他生那写 B。第二大段啊，这个第一段第一大段的 V， 如果是他生，用假设的，那从境生心，从境可以生这个心，那境是境，我是我，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可是呢，圣则对境也应该生心哦。可是圣人呢，啊，不生心呢，所以非他生，就是不能借重外力而生呢。哎，境界本来不能叫我们生的，圣人就不生嘛。如果境界可以生的话，境界自己生心呢，又何必我们心来生呢？这意思就是也推论没有所谓的他生呢、啊。而什么是共生呢？如果心跟境各有生性，共生，那么心境各无生，各无生性，所以共生也是，或者是心境各有生性，而需要带共方生呢？这个是利用两个角度，是心跟境各无生，所以共生啊，或者是心跟境各有生性，第一个是无生性，第一个是有生性啊。再来啊，那么如果心境各有生性呢，怎么样？那又何必要等待一起来生呢？对，心能生，境也能生吗？你就不必等待大家一起来生吗？心可以生，你需要什么？需要境吗？境可以生的，也不需要心呢。所以又何必要带共生呢？心境共和而生呢？又是带共方生啊，那么应该有二心呢？心也是生，那境也可以生呢、啊。又是带共方生，共和才生，那么境也一个，心也一个喽。是应该有恶心呢、啊，并生呢、啊。那么为一从心生，一个是从境生，而是不然。若心境各无生，共又怎么能生呢？心跟心也无生，那么境也无生，那么心境各无生啊。比如说一沙一粒沙没有有，你压了一大堆沙也没有有啊，啊，而非共生呢、啊？再来。第一，如果说无因而生，是吧？既然没有因的心，有不没有任何的因的境，那心境都没有，又怎么能够生于心呢？啊，不应该虚空突然跑出这个心事出来啊，因必须要有因啊，有内在的潜伏的因呢、啊，外在的缘呢、啊，所以不能讲无因。如是四性，四性就是四种情形。来把它推论，简则就是来推论，那么就知道不得心之深处，找不到心的深处，则知道心本无生。这个是先依心法来推论这自身他身不共生不无因生的情形。再来是就净法以推四性，就净法来以推四性。如果自身，再来就写 A啊，第二大段的 A 啦，前面第一大段 A、B、C、D 的都写完了吗？再来是写 A 啦。如果是自身，现在以境来推论喽、哦，从境界而生境，那么应该有二境啊，境界境生境，境生境啊，那当然变成两个境了。心不言的时候，境界应该常常跑出来啊，对不对？可是啊，心不攀岩的时候，境界其实不作用，而是不现。就像你晚上在睡觉的时候，你心不攀岩这个境界。境界对你没有什么作用，而是不现呢、啊，故非自身。再来，迷若他生，如果心生境，这境还是属于心呢、啊。境如果属于心的话，那怎么叫做境呢？意思就是说，如果心是生出这个境，那么境毕竟是属于心呢、啊。哎、啊，就是你是我的儿子，当然我就是你的老师啊。那么两个人离不开这个关系呀、啊，啊。是不是啊？啊，我是这个家庭，那你是我的儿子，当然你也是属于这个家庭啊，大家庭的里面。如果心产生这个境，那境当然是属于心的一种啊。和平怎么能够叫做境呢？但是呢，如果心念这个兔脚，那兔应该生脚啊，可是脚还是不生呢、啊，也不能他生呢、啊，所以非他生呢、啊。意思就是说，哦，还不能有一种外在的力量生呢、啊，必须要众缘和合了。啊，如果你心念这个兔脚，那么要害你很简单呢、啊，要害你很简单呢、啊，对不对？心可以产生境的话，很简单。我看你对我有敌意，我把你观想两只牛角，那你就两只牛角就挂在你的，因为心可以产生境嘛。你对我坏，我给你歪嘴啊，
心可以产生静嘛，这个讲不通。哎，再来，息若共生啊，就像前面所破一样，但以恶心并生，改作恶境而已。前面不是讲吗？啊，就是应有恶心并生，那么现在应有恶境并生，就改一个字而已，心就改成境嘛，对不对？前面里面那个息里面是吧？啊，应有恶心并生，那、啊、又改成应有恶境并生，那么整段呢、啊、都是这样念的、啊。如果说无因而生，那不应该呀、啊。日正当中啊，突然呢、啊、看见明月，哎，如是事性，简则、啊、不得静之深处，则知道静也是无生呢、啊。是以若心若静啊，即如幻梦，求其生性了不可得，当体无生。此无生的道理，今古常人都是这样，始终不改。佛不能增，生不能减，佛也不能增加，众生也不能减少。如果就种性的差别有三圣人，如果就物的深浅呢，分十地的位置。别教是名十法界，诸法自种有故，不从他得。在众缘，水不自作，无作用，水不共生。有功能故，非无因，则显不思议，言起正理，都是以真如为迷雾来讲的。藏士为此种一，是以先知有真如藏士，而用四性推减入无生法门，所以别教所以为别教的功夫。那么言教呢，是说明十法界诸法非法性生，所以非自生，非无明生，非他生，非法性无明和合而生，就是非共生。所以一教一教的解释都不一样，非理法性无明别有诸法，所以这个就是理智。刚刚啊也谈到，对吧，是吧，就是离智，哎，自身他身嘛，啊，那就会有一个离，非离啊，不能离开法性无明别有诸法，所以非无因而生。虽依法体就是法界，当体就是无生，无生而生，三千性相宛然啊，三千性相，一念三千嘛，生就是无生，三千无性，非生非无生，不能讲生也不能讲无生，唯一就是实相啊，四法住法位，世间相常住，那诸法都是安住在它的位置里面啊，空不空的道理里面，当体就是原始无性啊，当体就是妙有现前，实相非生呢，生也是实相，是实相非无生，实相不能讲无生呢，无生那也是实相，哎，那么这个道理啊，《金刚经》都讲得很清楚的，并不会很困难。所以法住法位啊，世间相常啊，相常住，法住法位，那么世间相常，这个是出自《法华经》啊，出自《法华经》，法住法位，一切法都安住在当下，你不需要挪动它，啊，也不需要变化它，哎，世间相常住，世间相就是如此，一切相都是实相。虽然无生，可是一切法都是实相，虽是实相也不爱无生啊，实相不能讲无生，但是无生也是实相。所以念当下即中道，双照空有，这个是圆教啊，出无生门，一门一切门，阿智啊有四十二字的功德，于智亦然，所以圆妙无功夫之功夫，解苦无苦而有真谛者，三界果报名为三苦，哎，解释者皆如空花，没有逼迫相啊，只是真空法性而已，真谛就是在虚妄苦谛之中，如空处，空处就是幻有，即在花处，花处就是四相花，我们说啊，这虚空啊，如空花，那么空跟花这两个解开来，如空处即在花处，花当体就是空，空当下就是花，意思就是幻化出来的如空花不实在，所以空本身就是花，花本身就是空，如果眼睛所看出去的六根不执着，一切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没有实在的东西，没有实在的东西，所以我们就是一连串的错觉，一连串的错觉就是一连串的悲剧，所以人生是一群迷惑的演员，演出一出痛苦的悲剧，痛苦的悲剧，哎，我们都是一个愚痴的演员，不能觉悟的原因，所以啊，只有佛是导演，佛是导演，
那佛是导演，那我们是演员，迷惑的演员，还不是演员，还是迷惑的演员啊！因为我们错觉，我们推测，我们生活在无明当中，不能自拔。哎，无二处，所以空处、花处本来无二处啊！以此真谛，假立四明，是病即真，真非事外，乃是宗教所前之理。今能谈玄说妙，迥超情见，迥超啊啊，你是说超越啊？情见就是执着啊，一切众生的执着，那必立万刃，总皆不出此此啊，总皆不能出此啊，必立万刃啊，以前七尺为一刃嘛、啊，万刃呢就是很高的墙壁啊，必立万刃，你树立很大的这个执着，那么你也不会吃超过刚刚所讲的自身。是吧？啊，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生，就是不管你一切的情执、外道96种外道，都不可能超过他生，啊，共自生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生。哎、啊，127页第三行，明智即佛者，现在是讲到藏通别圆的通教。通教的名字即佛者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幻化了。哎，名字是名字相只是一个幻化。知一切法当体全空，所以当体全空要注意，它不是否认的意思，是说它是借着任何的因缘条件所构成的，不是实在的永恒，所以叫做空。我一开始学佛啊，对这个缘起无自性啊，就是搞不清楚什么叫做缘起无自性。那么我们经过了十几年来的这个佛教的熏习的观念，我们可以改变一个名词啊，改变一个这个名相来解释。缘起无自性的意思就是因缘所生法没有一种永恒性，但是不可以否认它，所以我们叫做无自性啊。那么这么样讲就会比较容易了解，说知一切法当体全空，非灭故空。非灭故空意思是不必除掉它啊，这个是对设法来讲的。比如说这是一个桌子，你并不需要除掉这个桌子才讲空，也意思就是说非灭，不能说灭掉这个设法才讲空，那也是不空。而所谓的空，就当下你就知道这个桌子是不是永恒的。好，所以因为以前的名相跟现在的名相它不一样，那么我现在是不是要用一个名词，那就是说透视它。如果你用这些名相就感觉上会有点困扰，那就是说你知道这个桌子，你透视它就不是永远存在的这个事情，不要灭掉它，那所以这就非灭故空啊，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生死涅槃呢、啊，同一梦境。为什么众生有生死？所以佛讲一个涅槃。所以如果说你执着有一个涅槃，那也是生死法，也是生死法啊。说趋向涅槃亦是邪，这个在禅宗里面讲，趋向涅槃亦是邪。有涅槃可得，那也是邪。为什么？那是凡夫俗子执着于生死，这个生死不了，那当然佛就讲一个涅槃的境界使他羡慕。那如果说我执着有一个涅槃的境界，那也是变成生死，那也是变成生死。那比如说两张纸的话，两张本来都是白纸啊，那两张都是白纸，那么如果说甲对乙说、你那张白纸啊染污的程度很严重，那我这张比较干净，那意思就是他这张也不是很干净，
那就是说较大片较小片安尼尔。你只要落入名相上的观念，你本身就是染污，本身就是染污啊。那么意思就是说，生死跟涅槃这是对立的名相，对立的名相。那么名相的当下悟道，那生死就是涅槃，生死就是涅槃。所以说同以梦境啊，做梦出标显，这这一切底下是四层幻化法，从缘生，缘就是条件，从种种的条件而产生，这非而有啊，非而有啊，不是真的有，有就是非有啊，所以是幻化的，幻化的啊，这个很好用啊，这个很好用，碰到不如意的时候啊，我就会告诉自己啊，这不是真实性的，真实性的，所以我们学会了宽恕、慈悲、忍辱、无争，那、啊、如梦幻化的没关系，你叫我怎么做就怎么做嘛，好吧？这三界一报正报，色心因果是有漏法，一副出世的涅槃的无漏法，所以这一切法，此等诸法都是属于原生无性的东西，就是我们这个色身也是一样的，也是一样的，所以无性，所以当体就是空，不同三藏灭色而后归空。三藏为什么灭色呢？啊，去分析以后才发现叫做灭色。那、啊、分析以后啊，才发现啊，哦，这色原来是空性的东西。所以是灭色而后归空，所以色就是空，当下即是就是当下。那么所以即是即真啊，这个事相当下就是真理啊，就是真空。所以说非灭故空，生死涅槃只有名字，求其实际了不可得，由梦见镜像晚来明白，劫后求之啊毫不可得。就像我们晚上做梦，做梦、梦见哎很多很好的境界，哎一醒过来什么都没有啊，什么都没有。所以说生死涅槃同一做梦啊，若了若能了此即名智慧啊，很多哈、哦、很多。很多人这个信徒啊，拿来问问这个师父的梦境的问题，他们呢也也许有一种预感啊，或者是梦境好像觉得很真实啊，我都跟他讲，我这个人不喜欢讨论这个梦的东西，这个人生已经是如梦幻泡影了，这个已经是梦幻的，是假的了。那我晚上在做梦，再继续讨论，都是一种假设的东西。我跟他讲，如果说梦是一种预感的话，那如果说它一定要发生，那你也没有办法了。有从过去有很多人的梦境，它就是一个预感，是吧？哎，结果付出实现。如果说它是必须要一定要显现的，那你也逃不掉。比如说你车祸，你有预感，这几天啊，这个眼皮一直跳，一直跳，一直跳。假设说了哈，那也不晓得是好的还是坏的。啊，假设说是坏的，那你晚上做梦哦，你梦到你这个血淋淋的前身，那你该来的你也逃不掉。你说造的业你就必须报啊，而不是说我这个梦境预感那就可以突破它。那如果说这个预感不是真实性的，那你也不需要挂碍它。所以说这个梦境里面去讨论它，无论是真的是假的，那都是多余的负担，都是多余的负担，都是多余的负担，这是不需要讨论。我常常告诉他们，讨论这个干什么呢？也没有这个必要。那观行即则，观行即者啊，观恨即者啊，那么以肝会地也，肝会地也。那我们现在也谈论到通教的观恨即否，肝会地。肝会地的意思就是说智慧刚刚开通啊，还不是很大的智慧，就是肝会啊，意思就是说还功夫还不是很够了，说未有离水故得此名，哎、啊，还没有达到通达的这个道理啊。所以得到这个名字，意思就是智慧还是很渣，很差的意思啊。所以是三圣呢，外凡位，以藏教的五庭心观、别相念、总相念这个位置是相通的。为什么？因为通教是通前跟通后嘛，所以这个通教的观恨即佛，那么也许就是会通到前面的这个藏教，因此啊，是三圣外凡位。啊，什么叫三圣？在这里注意听，因为通教本身就是通达小圣、中圣跟大圣。那为什么通教会把三圣一起讨论？记住，
这一定要记住，通教因为修的都是真空，还没有谈到别教、原教的这些空假中的思想，它以空性为法性。注意听，藏教、通教因为所修的究竟的地方都是以空性为法性，所以三圣都有修这个东西，这个修这个法性的这个空性的东西，所以一起讨论它。但是因为有通教有根气力的啊，有根气比较差的，差的就接到顿教来，就是接到藏教来，根气力的就接到后面的别教跟原教去，因此它没有固定的啊，固定的这一个通教的，这到底是通前还是通后呢？因此，所以他讲三圣，就三圣大家都是以空性法以为法性的修持法来讲的话，他那还是外凡位。那么外凡位，那么就是说我们所讲的这个五停心观、别相念、总相念，因此把藏教的位置拿来跟这通教一比的话，大概相似于这样子。比如说有的人写字写得很差，读到大学，我有一个同学读的交通大学啊，交通大学叫做阿雄啊，阿雄啊，啊，哎，阿雄，那个智慧是很厉害，他读师大附中的，读师大附中的啊，那个字哦是哦很丑了，但是哦那个智慧是很高，哦智慧很高，那他读书很厉害，那个数学哦，老师出题目，那老师的答案还没有出来，他学生的答案就出来了，啊，那个智商是160几。然后都市大附中的，啊，那个写字，吼、哦，那是要求拍款，啊，我顶下把甲讲阿雄阿雄，哦，你这利息足严重，有够严重，安尼，好，那一种哦，我们就会讨论说，啊，你这个字等于小学三年级，小学三年级，小学三年级哦，对不对？还好那时候考试用电脑的，用电脑的，对不对啊？单选题、初选题、多选题，就这样，所以说用这样子来比较，用这样子来降低下降。三圣的外凡位，意思就是说拿藏教跟通教来，哎，那一个差不多的位次啊，与藏教五停心观、别相念、总相念是平等的。128页，名字当中虽然知道诸法如幻即空，如果不修观的话，也是徒知无声，那也是只有知道无声，无声没有用啊。你知道道理没有用啊，你知道无声，但是欲望还是很强啊，感情还是执着还是很重啊，贪嗔痴还是不除啊，所以你知道无声没有用啊，是以欲其无声，需要借着理观才可以啊有希望，借着理观就是秘密的关照，所以名字后面而起观痕，名字的后面起观痕啊。妙玄云，干慧立这三圣的开始，同名干慧，就是智慧不够叫做干慧啊。所以提法五停心观、别相念、总相念、四念处观、四相不异三藏教，那少一个字，三藏教，三藏就是三藏教，他这个修行的四相啊，跟三藏教没有什么两样，所以就是不异三藏，你不要把它变成是三藏十二部那个三藏，那不一样的啊，四相那是不异啊，跟这个三藏教没有什么不同。此三皆法，那么提五音摄入18界。如幻如化，五音色受想行识，十二入六根六尘，18界对吧？这个六根六尘六识啊，如幻如化的东西，总破见爱八道。见爱八道是凡夫跟二圣人，凡夫啊，以这个不净的身体为清净，以这个苦为乐，以无常哦为常，以无我为我，说观身不净，他以为净；观受是苦，以为是乐。观心无常，那观法无我，他以为是常跟或者是有我。二圣人刚好颠倒，二圣人对佛的这个大涅槃呢、啊，他不了解啊，他不了解啊，所以说他有无常的颠倒啊。他的佛的大涅槃有常乐我净，哎，但是他以二圣人的法执未断，所以认为这个常乐我净的大波涅槃，大涅槃。他以为还是无常，还是无乐，也无我啊、或者是无尽。佛所讲的涅槃的这个大涅槃是真我啊，究竟的真我啊，真的真常真净。所以说，加起来，凡夫有四道，二圣人也有四种颠倒，
所以叫做破爱见爱八个颠倒，名生念处。受心法也是这样子，住是观中啊，修这个四正勤，是如一足，根就是五根，力就是无力，觉就是七菩提分，道就是八正道分，八正道分，所以就是正勤如意根力觉道，就是三十七道分啊，三十七道品。虽谓的暖法相似离水，暖法就是内凡位了，五庭星官别相恋总相恋那是外凡位了啊。那么就内凡位，内凡位的意思就是虽是凡夫，但是已经接近圣人，这就是内凡，知道吧？啊，所以谓的暖法相似离水，而总相智慧生力，所以啊，称为干慧力。那么就后面来讲，这干慧是很差了。那么就总相念来讲的话，那智慧就比较高一点。但论位起，就来论断它的阶位，起就是相当，相当哪一种阶位呢？啊，所以但论位起呀、啊，解会位可同日而已，只是论这个位置，拿这个通教的位置来比拟做。这个藏教，就拿这个藏教的位置来比邻这个通教，只是论这个位置在某一种程度是相当的啊、但是解会未可同日而已。比如说刚刚我讲的交通大学哦，阿雄雄哥啊，他的交通大学那个写那个字是很差，哎、虽然说字是跟小学一样的三年级，但是那小学三年级怎么能够跟交大比呢？对不对？这样听得懂吗？哦，所以说我举这个例子啊，而且刚好是发生在我们同班同学，所以你们就了解了。虽然说是通教的啊，那但是那种智慧是不可以同日而语的，不可同日而语的。哎，再来相似即否，相似即否已经有点消息了啊。二性地也啊，这里要注意，这个性地不能做真如实相体会，比如说啊、哦，那些明心见性的性，那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啊，后面两位谈到相似即否者得法性的离水，那就得到法性。注意听，把笔拿起来，这里的法性是通教的法性，指空性是真谛，是藏教通教所修的，以空性为法性，这里要特别的注意。我们一看到这个法性，以为就是本来的面目呢，以为就是我们大涅槃，不是，这里不是，这里是指藏教跟通教以空性为主的法性，啊，相似的法性的离水，服这个见惑跟思惑，见识二惑，那么就是三圣的内凡位，接近圣人叫做内，跟藏教的四加行齐的旁边写一个字，就是等平等。啊，藏教的四加行，暖顶等势力，暖顶等势力，这是相平等的。拿那个位置来比较，跟这个位置平等。以观恨得力，妄惑被伏啊，妄惑被伏啊。那么无声的道理啊，仿佛遇见呢、啊，啊，仿佛啊还会看到。那么随着相似，还没有看到，但是相似而见到。妙玄言：性力则过干慧力得暖矣。啊，暖就像钻木起火，已经有热气了，暖象，暖象。钻木起火的功夫啊，初步就是得到一点热度，能增进初心、中心、后心，入于顶法，啊，乃至是第一法。那初中后心入于顶法，乃至是第一法，皆名性力。性力中无声方便解。解会善巧转胜于前，比前面更了不起。性地中的无声方便解会，那么善巧转胜于前，比前面更了不起。所以得到相似无漏性水，无漏那就是可以断烦恼，所以名性地。但是所修的还是空性为主，所以藏教二教虽然大或者是小巧拙不平等，而所解释的这个理性啊，这都是以真空为法性。那性物见法性二字，变作真如实相体会，所以就是藏通指的真谛为法性，指真谛为法性，以别圆是不相同的，所以说藏通是指真谛为法性，跟别教和圆教是大不相同。
别教那是讲宗教宗道的啊，别圆都是讲宗道的了，可是圆教更了不起，啊，一宗一切宗，空假无不是宗，别教是空假宗分开来谈论，而圆教讲到空当下就是即宗即假，讲到假当下就是即空即宗，讲到宗道就是即空即假，所以圆教没有一法可立，但是可以立一切法，所以啊，圆顿呢，就像禅一样的了，啊，禅一样的直入佛陀的本怀，以别圆二教所前，因为别教跟圆教二教所前的都是讲到真如，所以但有具法，啊，不具法，什么叫具法呢？啊，圆教再把比那些，圆教就是具一切法，为什么呢？是不是刚刚谈到的讲中道那就空假中同时具足，讲空就是也是啊空假中全部具足，讲假也是空假中全部具足，所以是具法啊，不具法那就别教，别教是个别讨论空假中的思想，所以是具法不具法的不同，是吧？再来分证即佛，哎，讲到分证那么就是有消息咯啊，为什么讲分证呢？哎，你有份我有份呢，佛能成佛，哎，我已经证悟到几分了啊？比如说，虽然不能全部见到所有的月亮，但是初七、初八的话，也可以见到上弦月呀、啊，也可以见到上弦月啊，月如钩，是吧？哎，那么到中午，到中秋的话，我觉得大圆了。十五号的话，就是比较就近了。虽然不能见到整个月亮，但是也可以见到一半或者七八分。哎，所以分证的话，一直到最后的一分也是分证。所以从八人地到菩萨地，那有总共七个位次啊。再来第三、啊，通教的第三个啊，这个八人地，我们第一个对吧？干慧地，第二个是讲性地啊，第三个呢，八人地，注意，先注意。八人地的最底下有一个叫做见地，见地，因为八人地跟见地同时必须讨论，因此列在同一段来讲啊。八人地入无见上面，无见上面，无见上面就是观照的力量很强，他的忍耐的功夫你不可能动摇他啊，只是说这个还没有完全，这个智慧还没有完全发挥出来，那么忍耐已经有相当功夫了，是八忍对这个欲界或者是这个色无色界，那么这个八忍呢具足，那么在前面有讲到这个十六心，那么就是这个八忍跟八智，所以啊在前面已经讲过了，八忍具足啊，八忍具足，那么至少一分，只是智慧呢还少一分。第四呢，见地啊，见地啊，什么叫见地呢？把笔拿起来，三圣人同见无生叫做见地啊，三圣人都是见到空性的无生，那是讲见地，同样都见到无生，这八字就具足了。前面八人呢功夫啊还在用功的阶段的无间上面，哎，这个八字的功夫已经更强了，所以说顿断三界的见惑，顿断三界的见惑，那么在藏教来讲的话就证出果阿罗汉呢，所以说法真无漏见真谛，真谛里就是三圣的见到位，与藏教的虚陀丸那就是出果。我们说外凡位，再来就是内凡位，内凡位当然再来那就是圣果了，那就是藏教的出果，藏教的出果。妙玄云，八人弟子就是三圣信行跟法行，信之行法之行两种人，两种情形的修行人，信行就是单以坚定的信心，法行是依法修行，所以说信行比较差，法行就比较深，体味到见，体见假以发真，断惑，注意听，体见假，见到一切的假当下就是空性，所以说体见假啊，体见假，那么这个就是体会到这一切的假象啊，假象就是一切的外象，那以发空性的这个思想啊，所以断惑。在无间的三昧当中，也就是说无间三昧就是离一切相啊，他离一切相，一切相对他不干扰，这慢慢学习啊，定，学习这个定，
一切相都是假的，一切相都是假的，如梦幻泡影的，不值得我们这样子起这个生灭的执着心。哎，慢慢慢慢的观照，慢慢的以理相应了，功夫又到家了，八忍具足，但是智慧少一分，所以故名八忍力。这个忍就是忍耐的忍的意思是一样的，八忍力。啊，见地与三圣同见第一地无生是地的道理，同断见惑八十八时见。见惑就是八十八时，在二位，此二位在无间三昧三地啊，这三地不是三地菩萨的三地啊，这是第三地啊，要晓得，这三地就是第三地啊，啊，第三呢、啊，对，我们说干废地，对吧？那就是性地，那就八忍地，对吧？再来就是见地嘛，啊，这三地就是八忍地，俱断啊，那么见出或是四地俱断。见后，那么都不是，都不出此观，那么意思就是列在同一段来讨论啊，三谛啊，四谛啊，有的是断这个见出见后，就是说初心后心啊，不太相同。那见出就刚刚见到这个空性的道理，是不是啊？见到什么空性，但是功夫还不到家，那么到四谛呢，即断见后，那么这见惑断掉。以前那断掉的后面力量就是断掉失货，也慢慢继续断这个失货，所以是说啊，见出这是断到这个见货的刚刚开始，那么断见后呢，再断掉啊，就见后慢慢再增强这个观照的力量，修行的力量还是不能处于这个啊此观，所以列在同一段讨论啊，在130页，薄地薄。三圣断欲界的六品失惑，三圣断欲界的六品失惑，烦恼渐渐的薄。啊，我们说欲界有九品失惑嘛，色界初禅、二禅、三禅、四禅，每一禅有九品的失惑嘛。空界空无边，事无边，无所有，非想非非有，是空，每一个空界天也是有九品的失惑嘛。所以说。断欲界的六品失惑就最难断的，不好断的，烦恼就渐渐的薄。那么与藏教的释陀含其就是相等的地位，但是智慧的强的太多了，智慧强的太多了啊。再来，那就是薄地，就是欲望烦恼渐渐的薄。第六地离欲，哎，这个就更清楚了，离开这些烦恼的束缚，欲令人家束缚嘛，是离欲就更清楚了。离欲地者，三圣断欲界的失惑尽。注意听，是欲界而已哦。这个失惑有欲界、色界、无色界哦。那么断欲界的失惑就是九品全部断完，意思就是断后面的三品了。三圣断欲界六品失惑，烦恼渐薄，是薄地哦。那么再来就断后面的三品，就把欲界的九品失惑断尽了。把欲界的九品失惑断尽了，就是什么？就是藏教的阿那含。那么换算是九品失惑，就在三果以前断完，到最后剩下七十二品，那就是阿罗汉断的，四果阿罗汉断的。啊，妙玄云：薄地者，体爱假即真呢？啊，体爱假即真，意思就是。执着于这个外相当下就是空性的东西，是吧？提这个爱假即真，体会着我们所执着的这个假象，当下这就是空性的东西，所以发这个六品无碍，断欲界的六品失惑，啊，证的第六解脱。为什么讲第六解脱？因为每一地分成九品嘛，所以就讲第六嘛。六品当然就是第六嘛，欲界就有九品嘛，那第六嘛。所以欲界的烦恼就薄了，欲界的烦恼就薄了。离欲地者，就是三圣之人，体爱假就是空。所以断欲界的五下分解，五下分解，五下分就是粗的烦恼，粗的烦恼。离欲界的烦恼焉，言五下分解者，就是当五下就是说，对的五上啊，啊，你们注意看，什么叫五下分解者？就身见。戒起见疑贪嗔，好，你们看这个这一页的最后一行，
这一行 的第二句，五上分解者是调局慢无明，色染无色，色染就是色界的染污，无色界的染，这染就是烦恼啊，对不对？调局慢无明，色界染无色界染，那么这个是五上分，所以一个五下分，一个五上分，上下分好断啊，上分不好断，那所以说比较维系嘛，五下五上分的它是比较维系嘛，啊，所以说离欲界的烦恼业言五下分者，是身见戒起见疑贪嗔是也。那么底下古德言，那么这个不必看，看第七呀、啊，一半地，一半地，一半，那就是说做一半喽、哦，是吧？就阿罗汉呢、啊，就等于阿罗汉嘛，所以我们顾名思义就知道这个是讲到哪里的。薄地那就是欲望渐渐薄了，离就是离开欲界的束缚，是吧？一半地就证阿罗汉果，这个名相一看它就恰到好处，所以顾名思义就可以知道他在讲些什么。一半地对，三圣断三界正始尽，三圣人断三界的正始尽，正始那么我们说无立始无顿始，那就是八十八品啊，还有八十一品的失货，八十八品的见货，八十一品的失货，那就全部都断尽，如烧木成灰呀、啊，烧木成灰。为什么？因为它没有生死的种子，它没有生死的种子啊。什么叫烧木成灰？不再来六道轮回，叫做烧木成灰。烧木成灰啊，包括那一些。这个生死的六道的这些，通通没有，通通没有，一些见识恶货通通没有，所以以藏教的阿罗汉平等声闻圣人直指到这个地方就没有了，声闻小圣到这个地方已经没有了，以半地者就是三圣之人，体色无色爱，就是色界的爱，无色界的爱，这个爱就是执着，断五上。五上就难断了，五下分易断，五上分难断，结七十二品尽，断三界是祸究竟，所以叫一半地。五上分结者，调局慢无明，色界难无色界难，就是上二界的贪痴慢，贪痴慢。一百三十一页啊，第一行那个颂，那不必看，不必看，看最底下倒数第二句，就是正识就是见识，见货跟识货啊，就是一切众生都被他所。捆绑所使，就是由不得我们，由不得我们，你明明知道某些事情不可能不要去做，做了以后对你没有什么好处，你明明知道内心里面那种烦恼不要去想它，它就是没有办法，你控制不住的，叫你晚上不要去做梦，你们也是没有办法，还是要做梦，你不得不被这个见货识货的八十八十八十一十老是驱使的去做你不愿意做的事情，所以我们如果要学习能够控制自己，要有一颗智慧的心，要拥有一颗理性的心，大智慧的心，智慧心就是佛性啊，佛性呢，但是最起基本上如果你不能做到这样，那么你应该离一切相的执着，即相离相，所以说学佛的人，如果说你在公司上班，那个、跟那个公司的人没有一个合得来的，那你不叫学佛，你叫学魔。因为这人这个讲参人拢袂下黑嘛，真难。这规整混的一个混规整，安尼一卡搞一混卡济啦。啊，如果说一个学佛的人啊，虽然不能断一切的烦恼，但是最基本上的做人这种修养。那应该有的，所以我说你只要记住师父两句话，第一个讲话永远不要伤害到众生，第二跟众生保持一个距离，那你大家都很尊敬你，很尊敬你，那人会冲突，因为没有距离啊，对不对？我怎么会跟你们起冲突？因为我们很少联络啊。那你要跟我起什么冲突，对不对？那我们如果今天是每天都生活在一起的话，那就不一样了，那就像夫妻的话，那不得了，那一定会吵架啊，对不对？你
大声过也无可能细声，对不对？所以说这个学佛的很简单的一个做人方式，其实很多事情我们要谅解人家的立场，不要单单站在我们这个角度上讲。所以说哦，善于交换立场可以转一次为智慧，我们要交换立场可以把这个愚痴的观念转成智慧的观念。你很多事情不能了解别人他为什么会这样子的，哎，我们也不需要去了解，我们也不需要去了解。所以这高僧大德他们与生死没有关系，他根本不想去了解，我也不需要去了解，也不想了解，也不必去了解到底谁在伤害人，我不需要去了解他。所以 有一个法师慈悲啊，写信给我，到底谁在伤害慧力法师呢？他说我不需要去了解他。我跟他回答，谁造业谁就负因果，我也不需要知道，也不必去知道哈。哎，天理昭昭嘛，法网恢恢疏而不漏，那是指法网啊。因果这个网呢，那啥还疏而不漏，根本就不可能的。因果比电脑更准了，你逃不掉的，谁造业谁就负因果。所以因此我们就很好过日子了，也不需要去知道，也不必去知道它，与生死没有关系嘛。因此众生呢、啊、很容易受到影响。所以为众生为什么愚痴，因为他很容易受到影响，很容易受到影响。你跟他讲两句话，他就不信了，他就不念佛了。所以说啊，以致缠滞在这个生死轮回不绝。我们现在记住，沉滞生死轮回不绝的体裁是什么？就是意识心、分别心、执着心。我们做一件劳作，美术一定要有先有体裁啊。那么沉滞生死轮回不绝的体裁是什么？就是业，以那个无明为业力的体裁，就是我们的生死。我们今天的成果就是一个色身。为什么？业来的。业从哪里来的？无明。无明怎么来的？没有原因，无始无明，它的原因就是无明。无明的定义叫做什么？因为不知道自己无明，所以叫做无明。有没有开始？没有。那没有开始怎么样去论断呢？论断就不是开始。所贪到的第一因的东西就不是第一因，你能讲出来那就不是第一因。所以讲无始无明，其实时间也是如梦幻化幻泡影的观念的，没有实在性的东西。我们会沉滞生死轮回不停，就是因为以业。那么业从哪里来的？业从意识心来的。意识心从哪里来的？从执着来的。执着从哪里来的？从分别心来的。从分别心从哪里来的？从起心动念来的。起心动念从哪里来的？因为执着于外境为真实，不能离相。你要断根，断掉这个生死的根本，就是即相离相，没有任何的选择。一切外相如如不动，保持不取一相，离一切相即名诸佛。否则你想要脱离这个生死永远不可能。你可以爱任何一个人，但是你必须建立在大智慧的无相。哎，所以那一天医生这样问，请问师父，出家人有没有感情？有，出家人最有感情，但是这最理性，还要建立在解脱的思想上。出家人爱每一个众生，我爱的这个角度是建立在叫你解脱，世间人的爱的角度是建立在强烈的占有，占有不一样的，就是不一样。所以说我们一样的有感情有理性，习气是旁，见是烦恼是正，所以言正。烧木成炭，大智度论里面讲，声闻的智慧力量比较弱，如小火烧木，虽然犹有炭在，虽然火已经熄了，但是还有一些炭热度。声闻到这个地方，通教二圣七地以前以菩萨供名叫做供声闻。记住这个很重要，通教二圣，那声闻跟缘觉，通前通后嘛，对不对？
通教的二圣真如跟圆觉七地以前以菩萨相同，以菩萨共是吧，共名共声闻。为什么呢？因为通教是讲菩萨的这个角度嘛，所以以菩萨共。为什么？因为菩萨才分十地嘛，菩萨才分十地嘛，对不对？那就实性、实行、实回向、实地嘛，啊，性住形象地嘛，实性啊，实住啊，实行、实回向、实地嘛。那么他这里分成十地，那就是菩萨嘛。可是七地以前却是声闻啊，你看一半地那就是共声闻。共生闻，所以七地以前以菩萨共名共生闻。如果是这样，八地以上过二圣地，那为什么不叫做共菩萨呢？何故一名共菩萨呢？意思这个就是反过来的意思。何故为什么不讲他是共菩萨呢？不可以这样讲，这以出名后，前面怎么讲，后面就怎么讲。所以从本立名不同别教原教啊，始终不同。啊，是从本立名，那本那就是声闻跟缘觉来立名，所以是共声闻，不能讲共菩萨。八知佛地，那就必知佛了。啊，这个知佛地啊，就是必知佛。必知佛翻译成中文就是因缘觉。一般我们称缘觉实在是不对的，因为是少一个字啊。啊，讲缘觉，那就是个方便讲，中国都是。很方便的讲，是不是、啊、就讲因缘结才对。那我们每天都讲论这个因果，但是为什么因果呢？其实这个因果是简单讲，这讲因果是不通的，应该将中间加一个缘字，没有缘哪里有连锁性的观念呢？你从因到果，一下子因就跳到果了，对不对？从桥的这一端没有经过中间，那就桥到桥的那一端，但是不对的。所以说因为因果已经讲到一种直接的观念了。其实因果它是一个很复杂的，有直线的因果，有平面的因果，有立体上的因果，这又不完全不一样。从因到果是一个方便讲，让你直接啊接受这个因果的观念。其实的因果不是直线型的，因果如果是直线型的话，那我们就凡夫就永远是凡夫。那因果中间借着一个缘，那缘这个这力量就大了。缘，你意思就是说你因到果，那中间还要通过这个缘呢。那么这个缘你怎么掌握？我们今天所能掌握的就是这个缘。如果这个缘你不能掌握，你叫做命运，你掌握不住，没有办法，你随这个因缘一直到走完你人生的路线。那但是如果你可以掌握这个缘，我做善事，我布施，我弘法，我牺牲我个人的生命啊，也不计较，大慈大悲，宽恕，这个心境一直转变过来，那就不一样。这个缘你能够掌握的话，从因达到果的话，又不一样的。所以学佛的人最伟大，就是掌握这个缘，那么就是变成运命，可以运用你一切的命运，在你的掌握之下，就是缘，控制这个缘。因此修学佛法也是这样子的，要珍惜这个缘，要珍惜啊，珍惜。为什么呢？你不珍惜的话，如果是失去这个因缘，那你不一定就能够成就。人要懂得珍惜，如果不懂得珍惜，那么虽然贵为一个国王，那么也是很悲哀的一桩事啊。其实你做了一个国王，但是你不懂得珍惜这个缘起啊，因缘法啊，碰到机会你就赶快学佛。还有人打电话，请问今天要不要上课？神经病！你凭什么不上课？你今天你就是下学，你也要上课啊？谁叫你不上课？以后这个不要打电话来，打电话来大声呵斥他。你这还打电话来问看要不要上课？你有问题啊？我老夫子没有倒一天，哪里是不上课？我都要精进的。来让大家明了，你就不上课啊？所以说这个我们要了解因缘，要掌握这个因缘。我的身体可以讲一天，我就必须要讲，就必须要讲啊，也不能停。我觉得生命的可贵之处就是牺牲跟奉献，我深深的体会到施舍出去的东西才是真正自己的东西，我现在真的发现到。
为什么？我施舍出去，可是我并不缺少，我更富有，我必须准备嘛。而我施舍出去，我不但不少，你们拥有每一个人的智慧，为什么？因为师父的启发，你们拥有更多的智慧，更正确的观念。哎，可是我 不缺少，所以施舍会越来越多，就是这个道理。我今天我为了要施舍这个佛法，我必须准备，我必须查字典，我必须要冷静的看，而我施舍出去的东西并没有消失，为什么？已经存留在你们的心中，在你们的心中已经点燃了一盏光明的智慧之灯。所以越施舍是越多，这个道理是绝对讲得通的。雨露银河啊，善哉善哉，哎，对对，哎，就是这样子嘛。而是我们人不要怕施舍，人不要怕施舍，是吧？人不要怕施舍。我常常说，等到我有一天没有生病，我才讲经，那已经放在棺材里面了，放在棺材里面的。所以有能力，你就必须要这样做，而且宗教家的责任就是要这样做。所以知佛者，终身根利。终身根利，坚亲习气，这个亲就是断亲，继续断掉这个习气。哎，我们说侵占，侵占侵略就是想要灭掉它啊。这个亲就是歼灭，可以说是灭掉、破除、断掉都可以，就是亲啊。我侵略你，就是要灭掉你。哎，水如烧木成灰啊。与藏教的必之佛平等，圆觉发真无漏，功德力大，所以故能破正识，而又能够坚除习气，烧木成灰者。大智论里面说，圆觉智慧力胜，如大火烧木，木燃炭尽了，这个树木这个木头燃尽了这个是灰还在，余有灰在。九菩萨地者，大圣根性最胜最利啊，最胜最利啊！断尽正实与二圣同，以从空入假观嘛。你讲到菩萨地了，不住涅槃，福习嫩生，福习嫩生，把笔拿起来。为什么要福习嫩生？为悲心呢？为达生生世世的慈悲心。为了大慈大悲的佛道，所以不忍断尽三界的祸，所以留祸嫩生，就不住涅槃，不住涅槃啊，明大悲呀、啊，明大悲呀、啊，不断生死啊，明大智啊，为什么他不要断呢？他要断的很简单呢、啊，他不住涅槃，他大悲心呢，发起来有福喜嫩生。留了一点点这个吸气啊，有所作用。为什么要普度众生吗？所以啊，告诉诸位，我们在这里做的，不晓得哪一个是菩萨来的，你不晓得。对的，为什么？因为他是菩萨来的话，你也看不出来，他是故意来度众生的。也许啊，在这里诸位法师啊，也许是哪一个是菩萨来的？也许你们这些在家的男众女众，也许是菩萨来的。为什么？留祸嫩生的准备，大展身手，也不一定啊。所以我不敢轻视你们，你们是将来的菩萨，也许你们是比我更早成佛。如果你们更早成佛，要记住，民国80年12月27日，我在这里讲，天台教官刚刚给你们听，你要来度我，真的哦，真的。也许你们比我快，这个人很难讲的，人很难讲的，对吧？也许我来世也这个跑到六道轮回里面去也不一定，那这个很难讲，哎。所以说我们呢，不可以，谁都不敢瞧不起谁，福习嫩生啊，福习嫩生。再来底下把笔拿起来，道观双流，把笔拿起来，化道空观同时下去。化道是悲心呢，空观是智慧呀，那么意思就是说悲智双运，就是双流，道观双流。哦，这个翻译的实在太好了，中国人的文字实在太美了，太美了，道观双流。你看我们，你说这个山有多高？海拔，这个名字多好听，海拔，在海底拔出来，海拔，
这个是哦，我这个中国人实在太厉害了，这名相实在太美了。海拔，你讲高度，这个好像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文学的气息。你讲海拔，嗯，太厉害了。道观双游就是悲字双音啊，所以那个基础呢很重要的。在座诸位，我现在就跟你们奠定基础，真的吗？你们一定要来，而且这个基础很重要的。你们总是有年纪会大嘛，会老嘛，对不对？你现在好好的听经文教，虽然苦一点呢、啊，但是你将来很看火，金亏我，金亏我。你不练这个也能够，当然很看火啊。哎，所以说啊，我们一定要亲近三日是，哎，好好的在年轻这个时候要好好的用功。啊，少壮不努力，你老大徒伤悲。到年纪大了，你就没有办法。哎，道观双流，游戏神通，要成熟众生，成熟众生。再来就是净佛国度啊，132页。知空非空，所以不住空，而能入假。知道空，但是啊，它是非空。意思就是说妙有了，所以不住空，而能入这个假，而能入这个假。所以说从空入这个假观呢，以就是用，用空故，所以不住涅槃。用这个空啊，所以不住这个涅槃，啊，不执着这个涅槃。用假呢，所以福习嫩生，言福习嫩生者，妙贤法师啊，妙贤这本书里面说。别教、原教、二教啊，正中道理。那么这一中道的法身为硬化本，譬如夜印万川呢、啊，啊，所以、啊、不需惑业受身，以及其达到究竟的大涅槃，那是神通自在了。可是通教还是没有办法，通教还是没有办法啊，所以必须留惑嫩生。一种是神通自在的啊，来投胎像释迦牟尼佛这样；一种是通教的，那还是没有这个神通的力量。所以藏教说惑是实有。啊，藏教说这个惑是实在有的，所以菩萨是不可断惑，菩萨不可断惑，断惑则不能够三大阿僧祇劫受身行道。这通教说惑是幻有，哎，说这个惑没有真正的惑，菩萨体幻啊，能断这个正实啊，菩萨体悟到这个惑那是如梦幻，所以说可以断着这个正实，意思就是他就不会执着了。你也不必去强烈分别，也不必去强烈的执着，因为这个都是如梦幻泡影的东西。所以正识既断了，色欲涅槃；正识既断了，色欲涅槃，啊，就马上能够涅槃，马上能够进入这个涅槃。但有本愿力故，不取涅槃；但是有这个本愿力，所以不取这个涅槃。以神通力扶起这个三界的湿惑、愚习，还有一些这个一些习气啊。知于故业种子，助知就是知助，助于这个故业的种子而得受身呢。所谓愚习者，非贪是贪呐、啊，非慢是慢呐、啊，啊，非痴是痴等是也。道观双流者，道为化道，观为空观，带空出假名啊，所以就是双流，带空出假，身观二谛啊，尽断习气啊，尽断习气，身观。啊，那么二谛，那么尽断这个习气，色心无知得法眼道种子，游诸世间，譬如儿戏，亦如幻思，种种的变现，菩萨也是这样。所以这明就是游戏神通，神就是天心，通就是慧性啊。那么天就表示光明啊，以及一颗光明的心，那么一颗空大的空空荡荡的心。那么通明慧性，天然之性啊，彻照无碍。净佛过度者，一切诸行无悔菩萨之恨呢、啊？如以布施摄摄众生，菩萨成佛的时候，一切能舍就是过去 啊行布施道的人，那、啊、都来生他的国家，感应啊，感应都来生他的国度，因为 啊以布施来摄摄众生，所以啊，他成佛的时候那一些。能舍就是那一些行布施的人啊，也是能舍嘛，所以、啊、物以类聚就来生他的国度
以持戒摄众生的菩萨成佛的时候，因为大家都持戒嘛，所以十善道众生来生其果。这广如净明经，须则王简，需要的话你就去查查看，查查看啊。持一藏教菩萨不同，这里啊跟藏教的菩萨不同，藏教为化恶圣，为度化恶圣人，假说菩萨福祸不断，那方便说叫做假说，方便说菩萨是福祸不断。那么正辟此教所破，那么正被此教所破啊，哪里有毒气堪阻醍醐呢？毒气就是我们的色身，哪里有这个色身啊可以装这个醍醐，就是菩提呀、啊。意思就是说啊，哪有这个肮龌龊的色身还可以装到真正的涅槃的菩提的自性呢？意思就是说，具足烦恼的凡夫是不可能有常住的法身的，这个醍醐就是常住的法身慧命。意思就是说，二圣人讲啊菩萨福祸不断，那是方便说，那在通教是不能这样子的啊。所以啊，正被此教所破，意思就是三藏上所讲的是方便啊，是说是藏教为化恶圣人，那么是方便说菩萨是福祸不断，但正被通教所破。通教不是这样讲，这岂有毒气堪阻醍醐？哪里有我们这个毒气？就是指我们的贪嗔痴这个色身啊，还三毒的这个色身，哪堪呢？啊，有这个常住法身的慧命的存在呢？就是还没有到那种功夫。藏教菩萨有教无人呢、啊，啊，有教无人就是有这个教化，但是没有所谓真正的佛果，有教无人。记住这个是这个意思，没有真正的佛果，叫做有教无人。哎，说盖世果九成呢、啊，为化二圣呢、啊，所以是现世啊，是即是菩萨。所以说假说福烦恼而不断，其实那是都是变化啊，暂时而讲的，不是真的这样。见识果在的话，如果是在的话，见识果如果是在的话，是指二生三生善难保其不迷啊，不退啊，所以那些都是就诸佛菩萨大菩萨来示现的而已了。留惑论身那是示现的而已啊，不是真正的这样子。何况经过三大阿僧祇劫，谁知道此说是全中之前，方便中的方便。毒气者是大智论里面持为三藏缘具足的三毒，因何能集无量的功德？我们这个色身呢是具足三毒，怎么能够集无量的功德？譬如毒品，水煮甘露、啊、都不忠实啊。这个毒药的瓶子啊，装毒药的瓶子啊，虽然有一些装一些甘露，但是啊不忠实啊，都不能吃。菩萨修诸纯净的功德才可以做佛嘛，如果杂三毒怎么能够记住清净的法门呢？所以菩萨之身犹如毒气，具足烦恼名为有毒嘛，修习佛法是如处甘露嘛。所以说持法教他，令他失于常住之命，就是会让人家失去常住的法身慧命，只在言夫。这句话是很重要的，这一句话是很重要的，只在这个宗旨言夫是很重要的，这句话是很重要的。那我再解释一遍，是持一藏教菩萨不同啊，这通教跟藏教菩萨不同的。藏教为化恶圣人，藏教是那些诸佛菩萨为了要度化恶圣人，所以方便说菩萨是福祸不断。其实这一些都是诸佛菩萨大菩萨大彻大悟大神通自在来的，是正被此教所破，是通教是破掉这样子思想的。哪里有以三藏身见识惑没有断的凡夫的色身能够那、啊、有常住的法身慧命呢？能够这个可以修习这个佛法而这个法身慧命呢？意思就是说，我们连见识惑不断，如果留惑嫩生是不可能的了。那是方便中的方便，留惑嫩生那只是方便讲而已啊。好，133页，六究竟即佛，那就通教的佛地了。究竟即佛者，第十佛地，哎，第十佛地，其言若熟，哎，这个众生的根器、因缘、福德。都具足了，以一念相应会，一念相应会就是以佛性，就是说以这个
我们的本来的面目，究竟的极果就是佛果，断于禅喜，剩下的一些习气的，做七宝菩提树下，以天衣为座，现代列圣应身。啊，说分段生死，所以列，就像须弥山故圣，身有大跟小，现代列圣应身。这个圣应身呢，有殊胜的圣应身，有列的圣应身。三圣的根性，转无生势力法轮，转无生的势力法轮。但是讲到这个苦集灭道，就是以无生为主，缘尽就入灭了，正习具除。啊，正就是见识恶货，习就是习气也没有了，见识恶货也除掉，习气也没有，就是正习具除啊，具除。如结火烧尽呢，134页，炭灰俱尽，与藏教的佛国相等。为什么与藏教的佛国相等呢？因为都是以空性为法性，所以它的地位是跟藏教的佛国是相同的。其实藏通这个都是实现的啦。第十佛地者，第十佛地者。啊，说过菩萨地，则入佛地。过菩萨地，当然就进入佛地呢。以四福以许，啊，以愿力，是就是愿力，用这个愿力啊，啊，来这个服这个剩下的一些习气啊，继续来投胎阎浮提，来实现八相成道。虚言如果成熟的话，诸佛如来原始要宗，原始要宗就是从头到尾呀、啊，系为众生，一切都是为了要利益众生。如果众生的机缘成熟，佛就成道。设化之机呀、啊、不熟，这成佛有待呀、啊，成佛有待，是以大通佛十劫。做道场，这个大通是大通佛啊，大通佛以十劫做道场，弥勒即日成道，释迦牟尼佛苦恨六年，这个都是机缘的问题啊，机缘的问题，不是诸佛啊根有利钝，那是禅机缘奢处耳，禅就是实在，实在的讲，只是因为这些机缘奢就是长。啊，处就是短，啊，因为这个机缘呢、啊，有长跟短的机缘，所以说机缘如果成熟，弱者不定，若熟佛道就成；如果不熟的话，须待其时啊，要等待这个时间。如果论这个八相成道来讲的话，那么通教的八相成道，那么五相同三藏啊；若论八相成道，通教的八相成道。五种跟三藏教是一样的，跟前面的三藏教是一样的，只有第六成佛道，树下得一念相应会，以无生四谛理相应，断一切烦恼习尽具足力，就是实力位啊，这个无所谓力啊，这个实力那么四无畏名字为佛。所以说一念相应会言断于禅习者，别行贤记里面说前段正识，现在要断恶习，就是连习性见识恶习都要除掉。关于佛地，见识习尽，真地究竟，尘沙习尽，熟地究竟。见识恶货如果见的话是空性显现，所以说真地究竟。那么尘沙货呢，习尽呢，尘沙货的习惯断尽的话呢，那么就熟地究竟，就是有一切都显现出来，妙有就显现。七宝树下天衣为座，那么树是木，这个木树座还是生草，但是因为机感不同啊，机感就是说根气不同啊，
那么见为七宝，以及天衣为，又七宝天衣表示殊胜自然。那意思就是说，有的人是看到啊以天衣啊七宝座，有的人是木的菩提树啊，以及草座，也就是因为机感不同。所以大论里面啊说明这个生生佛，那么生生佛是拔草树下，用这个草啊铺在树下啊坐起来。那么法性生佛，那么是天衣为座。这什么叫做法性生佛？就证悟到法性的啊，这个妙有的，那么他就视线的话就比较妙了，就比较富贵相了，那就以天衣为座。那么因为我们的娑婆世界的福报不够啊，所以说看到的佛啊，那就是像释迦牟尼佛一个比丘身一样啊。那么就天人来看了，那就不是这样子了，那就菩萨来看就更不是这样子。所以菩萨成佛的时候，这诸天龙等各以妙意敷座，那么一界天衣从树边生，无履无知，譬如薄冰，光明光耀明净，有种种色啊。这个是一界天呢 啊成佛道的时候啊是这样子。那无履无知啊，无履，履是丝线，丝的线，那就是说他没有说的丝线，也没有编织，譬如薄冰，那光耀明净啊，有种种色。为什么？因为那已经是几乎都是生光啊的所制成的了，那不是说我们像这物质世间呢啊，这个天人呢、啊、这个色身呢、啊、是很微妙的啦，不是像我们这个执爱的不净的颠倒的色身呢、啊、所以看到的这个成佛的这个衣或者是这个座，这都不完全不一样。色界的话，就天衣纯金色光明，那如是等宝衣敷座，现代烈焰身者啊。那么通教的佛，通佛就是通教的佛，也是藏六之身，或者十里，或者百亿神通变现。那么因为他住空，就是说啊，住于这个涅槃，在空性的涅槃里面，所以啊就比较差一点。但是住中道，所以就比较殊胜，因为他有中道，所以通教有合身意的所以说啊，带这个烈焰身。烈焰身，那通教是通前跟通后嘛，也看你是通前，通前的话是以空性为成佛啊，那通后那以中道，那就当然比较胜呢啊。通教本身没有一个通教佛，只是说通看你是通前还是通前面藏教的佛，还是通后面的别教原教的佛，所以通前面就烈焰身呢啊，那通后面的话那就是胜焰身呢啊。夜庭云。就是三藏佛要是成道相，带藏六相，现尊特身，尊呢啊就是可贵啊啊殊胜了。盖通披眼门，盖就是因为通教啊披眼门，那是包括了大圣门啊，现尊特相啊，因为这个我们看的是藏六金身呢、啊，但是啊。他有这个殊胜相，那因为啊是大圣的根基看到了就殊胜相，因此啊是现尊特身。为什么盖？就是因为通教是披眼，这个眼是大圣的意思，通这个大圣门，有这个利钝二机啊，有根基利的，有根基钝的，所以所见相啊，胜跟劣不相同。所谓的何身尊特者是也，何身尊特是也。而实在是一否基建有益啊，实在是一否、啊、你不要说我们成佛的，你现在就是看师父都不一样的，你们对师父有信心，哎，师父修行人，哎，有人把你当作是圣贤，有人崇拜的不得了，是不是啊？哎，你说哎，我师父怎么样了不起，哎，哪里碰到外道的、哎、那不好，那鬼刚弄的公公的派位，那派人那粪土，他把你看作粪土，就是现在因为信心的不一样，就看师父就完全180度不一样，不必说佛了，佛那神通妙用啊，你们现在看师父都不一样，是吧？有的人很赞叹，
那有的人那很诽谤，对，那心境就不一样了，何况个佛，只用这个比喻就更让你很清楚了，对不对啊？所以说非为大边存小，名为淡啊，不是说大圣里面还有小圣，大边的存小啊，这言何意？这也是这样子。即住营就问，别缘成道，那么是在这个机场鹿野宴的话，那只是在这个三藏成佛。在这个机场啊，就是菩提树下的啊，这菩提树下，那一看，有的人去看是老比丘像啊，那也一看在天宫说法，是华严经啊，是这个释迦牟尼佛啊，这坐在菩提树下，可是人呢却在天上。啊，是这个说这个实性、实住、实行、实位相、实地，每一个地方都不一样。你可是我们一看，平常一看，他是一个老比丘，他是个比丘坐在那边，这就事实上是已经成佛了。别圆的佛那就不一样了，那这天上看到的是佛是怎么样殊胜的，这众生已经看，哎，那就他是坐在菩提树下，出在机场，那就有别教佛、圆教佛。啊，的看法的不，但鹿野宴那么只是什么三藏成佛，那意思就是说释迦牟尼佛是现在印度我们一般人所看到的都是藏教佛，一般人所看到的只是藏六的这个色身而已，都是藏教的佛啊。那么这关于讲华严呐、啊，这个，那么那就是圆教佛，所以通教佛为何助力呢？如法师音，指一个金刚土台成道，四种根器所见的不一样，四机所见不一样，是吧？若机场入宴，当然有论这个大小了。那是两使转法轮，大圣啊、小圣两都开始在转这个法轮啊，不可以难成道啊，以难成道啊，就是说不可以难成道，就是说不可以来问难这个成道，不可以来认为它是执爱。认为他是没有这个道理讲不通的，因为大小圣不一样嘛。若极长入宴，入宴为小圣嘛，极长啊，大小圣不一样嘛。啊，八相成道看着都不一样。然通教佛何名八相？今但名成道者，以有此三，有此三稍以三藏，就是第六相成道、第七相成道、第八相的成道相。哦，我们八相成道，那么跟三藏教不太相同。前五。不易，那前面五种是一样的。第七啊，再来顾列不论，所以第七转法轮相，为三圣根性转无生的四地法轮者啊，为转无生四地法轮者，所以全智开三藏生灭四地法轮。这个生的底下一个句点要画叉，这个句号是没有道理的，这打字打错了。全智开这个三藏教都是讲生灭的四谛法轮嘛，所以那个句号要画叉。实质说这个摩诃眼无生四谛法轮，说这个大圣呢无生的四谛法轮，盖为通教的三圣人施设的，圆净入灭第八涅盘相，就双数啊，在烧了双数间入这个无余涅盘，心净火灭留舍利为一切人能天的福田。所以正喜具足者，坚除众居。如结火烧炭灰烬聚者，大若宁诸佛智慧力大。如结火烧尽呢，炭灰俱尽呢。大经三兽啊，三种的啊野兽来比喻这个渡河，象的力量大，马次之，兔的力量小。所以断惑的不同，所以华严里面说诸法实相啊，实性相，三圣亦皆得，不名为佛啊，就是此教。不能成为真正的佛，此教以及三圣的根性都是以灭地为出门。这个通教啊，通通具有三圣的根性，小圣、中圣、大圣通通有，都是以灭地啊为出门。但是呢，顿根二圣但见一空，不见不空，乃跟三教、三藏教同归灰断，故名通前。所以这个通教它有通前通后，这里是讲通前啊，这里是讲通前。所以三人三圣人所秉所依承的，虽地言度之不同，虽然四地
十二因缘六度的不同，叫做地缘度，还是方便讲，以这个简单的字来讲表示。虽然四地十二因缘六度的不同，但是都是以无缘说道。为什么？都是以无声嘛，提脚入空，都是以灭地为出门，灭地为出门。那么顿根二圣半卷于空者，随三圣共禀而二圣根顿自若，得空变质，不能升观，是以不见不空，所以乃如三藏同归灰断之果。那么再来，自己名立根被接，有的被接言教，有的被接到这个别教而不一样。通教的立根三圣人，看这个黑字里的啊，通教的立根三圣，不但见空，也见到不空。注意，不空就是妙有，不空就是所谓的妙有，不空就是中道。哎，则被别缘来接，名通后，就是说你根基立的，你比如说罗姐，她智商两百，智商两百，十二岁就完成了大学的学业，十二岁就完成了大学的学业，以数学超人，智商两百，罗姐，对吧？以前就有报过，就不得了了，智商两百，十二岁就读大学读完了嘞，有的大学考三年还考不上呢。他十二岁就把大学的课程全部念完，这个就是说所谓的通教有的根立，不可以有等级来分，他有立根有顿根，顿根的接了接到底下去了，上根立志的一下子就通到别教跟原教了，用这个来讲就是跳跃升级啊，是被这个别教或者原教来接引啊，这个接引不是接引往生极乐世界呢，是说他的根气很利，可以符合别教原教的根气啊，不是说我接到别教来修行，我接到原教来修行，不是这个意思啊，接到另外一个地方了，你不要把它搞错了，是说因为他的根气够了，已经跟别教媲美，原教媲美了，故名通后。中道又分为二，一个是淡中，注意听，淡中就是纯粹讲中道的，圆中是指妙的奥妙的中道，中道当下同时空假具足，叫做圆中，圆妙的中道，一种是只发挥中道理性的道理，所以说淡中者就唯有理性，不具诸法，见淡中者皆入别教。二者圆中，你看淡中圆中，圆中不一样啊，实力圆妙啊，加一个妙字，妙字，这个圆妙哦，是不是啊？啊，圆妙，不可思议的好，对不对？那老公，呆机不妙了啊，你得嗨呀，你得清上嘛，不妙，具一切法，见圆中者皆入圆教，皆入圆教。底下就此被接，又约三位，就三个角度，上根、中根跟下根。上根人八人见地被接，八人我们刚讲的是三地通教的三地见地啊，就是四地啊，在三地四地就被接，这个是上根的人，就是你念到小学三年级四年级，你就被接到大学里面去念书，那是当然不得了了。一下就或者念国中的，这不得了了，不必按部就班的念，有那个资优班的，有那个资优班的，上次电视有报道的，很多人啊，看到这个罗杰智商两百，都把他的儿子啊想要送进这个资优班，然后怎么样，买通了这个老师的分数就把他打得特别高，结果啊这个教育局啊要彻查，认为这个资优班啊是准不准，就考试要考试，学校里面也受到压力就考试，那认为这个资优班啊老师特优嘛，学生也优，那这个学校啊也经不起压力，说这个这样不平等，还是要考试，结果有的一考起来跟白痴差不多，哼，对啊，骗人的，那骗人的，什么资优班的怎么样，
所以说啊，这个上根立志的人一下子啊、哦、就被劫了，中根的人呢啊就薄地离欲地，薄地就是五地六地被劫，那就还要修行一阵子了。三地四地就被就上根了啊，五地六地被劫那是属于中根啊，三则是下根，根基比较差一点的。那一到乙半地，乙半地跟支佛地就是七地跟八地啦，七地跟八地啦啊，支佛地 啊被劫，所以就此三位被劫，又各有暗位，暗位劫跟圣境劫，暗位劫就暗道，按照这个阶位啊来接啊，然后是圣境接啊，暗位接就是直接啊接到这个别教的石灰像或者原教的实性位，别教的石灰像就是等于原教的实性位，所以若暗位接是跟别教的实相位或者同这个原教的实性位是相等。如果圣境接，把笔拿起来，圣境接破无明明圣境接啊，一下子就破无明，就不要通过这个这其他的阶位，他一下子就接到这个破无明的见法身的这个境界，也就初地。若圣境阶或者是分别教的初地我原教的初住位，那见法身破无明。所以说是为什么圣境阶，因为破无明才能够圣境阶啊。所以既被阶移，实是别原二教的菩萨，于当教中乃存第九菩萨地名，于当教之于通教当中还是存在第九地的菩萨的位置，这个名字一直到机缘成熟才实现成佛啊，乃是别地原住别教的初地菩萨，原教的初住菩萨而已。哎，所以来实现的世间最高大身，那么不是由通教教道啊得成佛道，意思就是并不是由通教的道理啊而能够成就佛道，通教连实成佛都不可能，但是善无实成佛的道理，何况藏教呢？那是方便说而已。所以藏教的佛果也都是由别教啊或者别地原住，就是别教的初地菩萨破无明见法身，这些要特别注意啊。别教的初地就是等于原教的初住，从这个地方你要备注别地原住其破无明见法身，你只要记住这一句话，以后你看这个经典，你就会有观念了哦。因为这里也是转类点，别教的初地见法身，原教的初住就见法身。别教分十二品无明，原教分四十二品无明。为什么别教分十二品无明呢？因为初地一直到十地还有一个等觉，还有一个妙觉，对吧？原教为什么分四十二品呢？因为初住一直到十地有四十个等觉妙觉，加二就是十住位、十行、十回向、十地位、等觉妙觉，加起来四十二，所以四十二品无明。别教分十二品无明，原教以四十二品无明，所以别地原住，这是一个天台中很重要的观念，是破无明见法身的开始。所现列应身耳，也就是藏教的佛果，也只是由别教或者是原教的来现这个列应身耳。立根的三圣坚健不空，因为根力自强，所以身观啊身观真空，更能够渐渐这个不空中道的道理。所以说坚健不空的道理，不空就是中道理。那么中理乃别教原教二教所解释的，既然见了这个道理，因此成为别教或原教的根器，所以被这个别教原教二教来接，岂不通矣后教则哉。通教本来就通前通后嘛。那么这个备字、啊、有两种意思啊。如果是念去声也念备啊，比如说立根备接，跳棋就像跳棋的声弦，如来备下披下之意，此也应说啊，就是佛能够应嘛啊，此就这个佛能够感应的根器来说的。如果上身呢，上身就念披，比如说啊，原教的中道啊，披而复之啊啊，淡中就是别教，圆中就是圆教，例如上说。那么在这里啊开始要讲到的，为什么上根啊就在这个三四地被接
啊，中根那个五六地被接，而下根的人啊，会到这个这个七地八地才被接。上根的人，上根地支八人地见地，就是第三地、第四地被接着，此谓断见失见或尽，见真功理。但是立根者在十五心马上得见到，啊，顿根还要慢一点点，在第十六心，啊。八忍八字加起来是十六心嘛，才能够见到，所以称为八忍地见地，也就是二地啊。那但是此二地，所以被接着盖上根一见一切见，一见的话一切都见，不但见空也见不空，所以既见不空，所以能够被接。这上根，再来中根，薄地离异地啊，被接薄地离异地，薄地断异界的六品失惑。138页，离异地啊，断下面的九品失惑，就是断尽的欲界的剩下的三品，加起来总共九品。这个断下不是断，这个下就指欲界。上二是指色界无色界，下是指欲界，也是离异地是指断的欲界的九品失惑。那就这样子就很清楚。既然断了欲界的失惑，才见到不空而被接，所以判属于中根气的人。再来看下根气的，一半地知佛地被接着，一半地啊断三界的失惑，一半地断三界的失惑，辟支佛地呢更断习气。既然带这个，既带见失尽，才见到这个不空而被接，所以是下根气的。直观里面说，破见失惑尽到第八的知佛地，方为说真内之中，啊，真正的内，是真内，那就不就见法身了，啊，破见失惑到第八地佛地，那么就是所谓的真内。所以说啊，这个智者见空已不空被接，啊，方闻才听到这个信息啊，啊，听到这个信息，福行也。八地才接，这是指下根。问为什么需要到第八才接呢？答：为了预示真内之中，也是要显示这个法性里面的中道，所以待正空方为点示，点示就是指点，令深空观即得见不空。如果是这样子，那么中根跟上根两种根气，它的道理怎么样呢？答：中上二根亦见真矣，才是不空啊，才开始这个不空。但是前面的二根呢，真空还浅，真空还浅，意思中就是中上二根呢，在前面的二根呢，真空还比较差，所以说是故说教多附下根，因此啊，把笔拿起来说教，因此要弘法，要讲天台教观纲中的人，都必须以下根为依据，多附就是依据，这个要注意听，所以。一切的教法有一个依据为准则啦，那一些跳跃的不算。上根中根的人不算，一般弘法天台的或者是怎么样要以原则性的，那么都必须以附下根的八地被接为主，七八地为被接为主，所以三位被接各有暗位或者是圣境两种情形，玄明所接之教有四位真位。把笔拿起来，把笔拿起来，四位就是位尽断无明叫做相似位，真位就尽断无明叫做真位，也就是分证。那注意听，有四位真位，四位就是相似位，未断尽，未尽断无明，尽就是精进的尽，断没有进一步的去断无明叫做相似位，真位有尽断无明，进一步的断掉无明那就是真位，这个一定要先搞清楚。所以不见法身那还是门外汉呢，所以我们还是佛门的外道，还是佛门的外道。哎，我们是佛门内道里面的外道，为什么？因为外面是佛门外道的外道。哎，我们是佛门里面内道的外道，因为我们进来是想学佛的，可是还没有大彻大悟，没有见到本来的面目，是我们还是外道，心外求法的外道。大彻大悟的举手啊，没有，所以通通是外道。是位者相似之位，相似之位啊，为通教断见之被别教实相所接，所以说或者是同别教实相位，如果修中道
那服务名被原教的实性位所借，所以说同原教的实性以别教的实相原教的实性都是相似位。为什么？为正法，没有破无明，没有正法身，通通是相似位，都是断见识惑。现在一接断见识惑的人，所以以别教的实回向啊，原教的实性位之教而批之啊啊，就是加倍，则所接者按其位而变成别原中人，所以就是按位接，有位次。如果圣境接的话，此名分正位被接。分正就是有见佛的真法身呢、啊，虽然没有见到全部，但是有相当见到的一些光明了。所以通教断惑，那么只断见识惑。如果跟后面的别教、原教、暗位来论的话，那只是相似而已。啊，若以后二教，就是别教、原教、暗位来论的话，那只是相似位，因为立根，所以能见不空，能够见到妙有，所以今亦皆因呢，而以别教啊的初地菩萨、原教的初住菩萨之教来说，必知就是来谈论他，只所接着随其圣境而变成啊别原中人。所以说登别出地或者登原教的出处，以别教登地以上原教出处以上，皆属于分真。把笔拿起来，真在旁边就写一个正，分正即佛，就是见到法身啊。分真就是分正即佛啊，都是破无明之位，以破无明之身位而阶段见识之前位。所以见识位见识惑断掉，本来应该要通过嗔杀惑才对的，他现在不是，他断见识惑一下子就断无明，你现在看这当然跳过去了，所以啊叫做圣境界。所以而阶段见识之前位，为什么见识前位呢？三惑里面见识是第一个嘛，比较前嘛，见识惑、嗔杀惑跟根本无明嘛，是不是？本来应该接着要断尘沙惑，他没有，他一下子就断无明，那当然就是圣境接了啊。所以既被接一下，那就可知啊。打开《天台宗纲要》的76页，76页，六集，我们已经讲到哪里了？啊，讲到究竟即佛哈。所以看那个表。比理即佛，也就是真空的法性，通教也是真空的法性了。二名字即佛，了达真空法性，来了达。第三观恨即佛，比干慧地跟藏教的五庭心观别相念总相念的位置平等。第四相是位。第二性地跟藏教的四家行位，那把笔拿起来，藏教的暖顶等四地就是四家行位啊，藏教的暖顶等四地是加行位是相等的。第三地跟第四地，第三地叫八忍地，第四地叫做见地，跟藏教的续陀洹果是相等的。第五薄地跟藏教的二果四陀含相等。第六离异地跟藏教的三果阿拉含果相等的啊。但是注意，在这里要注意听，虽然是以藏教的初果、二果、三果相等，但是智慧完全不一样。智慧完全不一样，要记住师父的话，智慧完全它只是以阶位来论平等而已。你比如说啊，阶位平等，你是经理，那我也是经理，可是你那个经理管六个人呢，小公司，我这个经理那台数的经理管几万个人呢，那不一样啊。你的都是经理级的啦，但是你那个经理跟我这个经理不能比啦，对不对呀、啊？你那个念班长，你班长，而且你班长那小学的班长啊，对不对？那就大学的班长，那都是班长，可是不一样啊！这都是以出国相等于什么级地，那可是那他智慧完全不一样。第五分正即佛，第七一半地。和藏家的阿罗汉果平等。第八知佛地跟藏家的辟支佛果相等。第九菩萨地，为什么这个第九菩萨地不除掉呢？为什么？因为他要接着成佛，通教表示还有方便的佛的存在，如果辟支佛一下子就跳跃了这个第十地的话，那就没有菩萨阶位了啊，所以这样不对，因此啊
这个第九地的菩萨地要留，因为要方便讲通教也有成佛，所以究竟极佛那第十地与藏教的佛果相等，藏教的佛果相等啊。所以这样讲的话，我诸位也许初学的人可能会比较累一点，但是听得懂的人他真的会欢喜，真的会欢喜，因为这个是三藏十二部经典的一个浓缩，一浓缩。他这个不懂哦，实在是没有办法，你没有办法下手的，你打开完全看不懂。你将来师父将来要讲这个论书展要，或者是讲到这个天台中的这个阿弥陀经书抄，那你麻烦大了。他讲到天台华严的思想，四教仪四化法，再来啊五教仪，华严的五教仪，那小史中正言，那搞不清楚，没有根基，没有基础，那就完全自己要看经典也没有办法，是吧？